OK， 今次又嚟到 William 六十五嘅模型介绍啦。今集系好似系到六啦。如果错咗嘅话，大家留言俾翻个警告我啦。我真系好健忘嘅，唔好意思啊。我今次介绍嘅系 Ogundam， 即系零零系列啦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Ogundam 呢一只点讲好啊？呢个样啦，你会如果有睇过零零系列嘅呢一只 Ogundam 嘅话，大家都知道呢一只净系喺第一集入面出现过，之后就从来冇出现过啦。OK， 呢个好似系叫李宝信阿鲁马古个人，即系香港咁样播出嚟嘅时候嗰个男人啦。呢一个就系二号机，佢唔系讲二号机，应该讲话系之后将佢嗰个点啊？呢个系。圆形机嚟嘅，另外后面嗰架就系实战型嗰个啦。见到嘅后面绿色呢一块，大家见到我指住呢块，我试行咗，所以就唔见咗啦。大家冇问点解会无啦啦试行咗啦，系算啦。OK， 然之后呢一度系我嘅嗰只 Ogundam 嘅。圆形机，我就无聊得就系攞咗即系蓝迷网嘅贴纸贴咗落去，跟住除咗只眼以外嘅地方，唔好意思啊，眼睇唔睇到咧？系，哇，好鬼蒙啊 ！OK 啦，总之都睇到嘅，只眼嗰度咧，即系点讲好啊？我整得太过差啦，所以。我贴完隻眼之后，我就一直冇点样理过呢一只 Ogundam 嘅原型机啦。OK， 跟住我就介绍下只呢一个系呢只系咩啊？Ogundam 嘅实战型啦，实战型即系实战配备型嗰架啦。又系用紧光剑嘅我又系攞咗蓝迷网嘅贴纸贴咗落去见唔到嘅。大家一眼都可以睇得出，叫唔知点解我部手机就咁蒙啦。头先都好似整过下噶，但系都唔知点解会咁。OK， 大家见到其实后面个太阳炉咧，其实佢哋两只有分别噶。哦，唔紧要啦，暂时唔好理佢住。睇唔睇到啊？睇到嘅话，我谂大家都会明白点解都可能谂紧点解会咁嘅，其实呢一只即系灰色版嗰只咧，就只不过系点讲好啊？系嗰、那个即系贴嗰块喂装嗰块胶，即系头先俾过你哋睇嗰个蝴蝶翼嗰种胶咁样咧。OK， 我系冇上过色加，冇画过任何线，除咗只即系只脚嘅以外，其中一只脚画过少少线以外，其余完全冇画过，因为我赶时间唔得闲，咁我就冇理过佢啦。同埋呢一只咯，个头画咗少少，但系好蒙，我谂大家都睇唔睇到啦。总之见到嘅话就都 OK 嘅，其实 OK 下集。下集的模型介绍那个是7，模型介绍7，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